老婆，来个八爪鱼。哇，烫死我了！又做这么一锅啊？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啊、老板，老板，这么冷的天又做这一锅，这一锅海鲜得不少钱吧？大哥，咱们家有船，这一包海鲜啊才几块钱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给我来200块钱的。你要200块钱的，家冰箱能放得下，能吃得完、啊。哎呀，200块钱还能有多少？不就才那几包吗？老婆，别吃了，给大哥好好的介绍介绍。好了，大哥，太香了啊！给你介绍介绍啊。哎妈，太好吃了！大哥，这是咱们家上面有三包大鹅蛋黄，上面有三包鱿鱼脖，再来2包这样的生菜章鱼须，2包五颗乌鱼沙拉花甲肉，2袋这样的大鹅蛋黄秋毛肉。今天给咱姐福建的哥姐再送2只黄金荷包肉。那行，咱买一大箱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.95元包邮到家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